了，吃烧烤。大哥们啊，这个到位了。哎呦我去，哪有这么好吃的东西呀、啊？好啥？这么好的木炭砸开，砸开就有点可惜了了。去死！拍正面，拍背面，是不是很飒？哎，看一看啊，这个火焰起来还是时候啊！啊，腰子，这边太多了。啊，这个腰子必须得上。来了，宝贝儿。你就说这个画面，你还能说出什么来？好了没呀？哎呀，好了好了好了，意思到熊了，好了吧？好了。上来啊！哎，中火，你看没有？哦呦，地劲儿！这个烟熏火燎吧，就这么让人着迷吧。那后门开门难了。上吧。哎呀，我说这个，来来来，嘚嘚嘚，正能量这一块，你文哥永远没落后啊！看，我跟你说哈，兄弟们。你要是有了这块铁板，你等于有了整个的夜市的小吃。后面我就学夜市的小吃给你们做哈，咱做那个肯定给他们那个啊，板板正正大腰子，蘸点小酱料，哎，抓心，咱俩一上夜市摆摊吧，买铁板烧，啊。我跟你说，绝对能行。你上夜市摆摊儿，你中俺做，我中俺吃。我叫你卖，我叫你吃。哎、我一边吃，绝对能卖出去。再出去上夜市上卖这个烟火气的东西吧，我觉得大家伙一定会给面子的。嗯，太好吃了。这就是我们最爱的。这沙干怎么样？好吃吧？我，你要是这个。厨房里面，你煮这个锅怎么弄出来，不一定有这个味儿哈。又在这来边有这感觉，你知道吗？嗯，大家伙一块围在这吃烤肉。我呀，嗯。什么时候烤大腰子？下班。这是牛肉。熬一个浪了。我四个饼还弄上几个饼花，我操！我解了。哎呦，我真叫你！我靠，我不能吃。这是花枝，这是那个沙根。沙根是哪一块？哎呦我去！来感觉了，来感觉了。哎，真正的铁板烧。我们在马路上捡了个大厨，然后来了一炒菜，哎，还觉得还可以。然后我们就相处到现在。我们非常 very good good 啊，人大厨人，所以说经常上马路上溜达是有好处的。人大厨人好，嗯，你都捡个，哈哈哈哈哈哈。